盘子。哎呦！哎，小心！哎呦！那你一会儿发财，我发财了。我结的婚，财都送给你好了。哇，你真的良心选好呀。你这个问题就挑事儿。我爱他呀。啊，你爱他。哦。我被表白了。我感觉梁心如很漂亮，所以傅君很帅，所以我就两个都喜欢。就是慢慢的让他跟你没有距离感。那个小孩实在是太聪明了。而且他特别的可爱。我们一个一个问题来，谁是你不喜欢的？出来。嗯。啊。哦。哎呦。是我喜欢的。哎呦。我是几颗星星？五四。我为什么是四？因为你是中中等等的一种。越解释越伤人呢，小朋友。我说错了，因为你是六个星。你别了别了，我们以后不聊天了，我跟你说。经常语出惊人一些话，让你发财，他要让我发财，你怎么样我发财？哎呀，哎呀，我天哪，我已经酥掉了。有时候可以抱着他，因为他也是肉乎乎的嘛，我就是也挺喜欢肉乎乎的东西，不是东西，不是东西。夫君，有一场戏是我们三个躺在床上，我抱着团子。然后他开机前就是亲我的手，或者是亲我的脸。有的时候他一回家，我们反而会更想他，就说赶紧啊，让小团子赶紧过来。那你伤心会不会不舍呀？什么？什么？会不会特别难受？我去帮我。我教训一下。一看团子就是我儿子，高颜值。采访，采访。